OK， 今天这一部是中速胜，中速神胜胜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们这边大概需要一张前期牌，黑水弯刀，对面是盗贼，并不是真的圣骑。我应该就直接钱币联盟起手，然后直接现行。又来了，影飞四五。游戏有点难玩呢。你的每一步都有圣光指引。正义审判，看他会撞进来暗闪之类的。他如果没有撞进来暗闪的话，我等下钱币罗姆，然后把正义审判挂在头上。所以如果另一只豺狼人来的话，比较强一点。我要找时间打联盟起手，这一副理论上应该要应该要 T 3打联盟起手啊，不过因为对面做事，所以我们要做出回应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带那家部署跟这些东东，云雾弥漫，狼人，这赛道的吗？这哪来的？捞道宝产生的。啊，拉道宝可以产生自己的职业的东西哦。哎、欸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其实没那么重。哎、欸，我做过神圣法术啊。圣光，你平静。我来降个神圣法术费用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女王炸开。他烟雾弥漫也都没有触发，所以他那五张牌都不是死亡之神牌。他这其实也会触发武器的死亡之神，有些状况其实会蛮诡异的，就比如说王祸可能会直接把血会排除，感觉不是应该一个应该存在的互动啊。正义审判。不知道这副我会变多少啊？守大桥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打光刃。我们有悲惨的过去，也有胜过。然后独守大桥，他就会再放到令子身上。我还撑得住，死者安息。哎，花园祝福吗？别轻易相信眼前的事。竟然用到光刃了。欸、那两张都是五倍以上牌，龙火护符。OK， 一个八八，另又一个八八，有没有撞我的五五圣盾？撞一下我五五圣盾啊！神圣轰雨，所以我可以打，我可以打这个啦，我可以把这只解掉啊，然后这个圣盾还留着。或许这样其实比较好。我想想，然后把神圣轰雨裸下出来。哎呀，这样他是会醒啊。还有三个。我还撑得住，必须赶快行动。潮水之刃与我同在。加油！这只有可能会洗哎、欸，又一个老鼠王，还有一个龙火护符。他剩十五滴，等等，他剩十五滴，我场攻十一。啊，然后他要应急那张。判断是不对的。啊，这只会醒过来啊！我们可以先抽一张牌。我还撑得住。
打喽、欸。这张有点好。敌兵翻覆，完工了。所以我这边九，又基本上又叫杀，我一定会解掉这张啊。我等一下还可以变身凯瑞尔，两张全清，那再一张会行。你根本不了解我的能耐。再一个老鼠王，哎。这张也行啊，等下这个也会行。矮狼人，算上啊，卡瑞尔。困境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强。是要醒了，欲望死者，其实老鼠王还蛮卡拉格子的，我要做到花园祝福其实还蛮难的。基本上我们其实还这一副还蛮靠神圣寿司卷，因为寿司卷一到，我们其实那家捕鼠可以抽牌。还是快死啊！如果我 buff 到这只，他就死了。血取关。哎、欸，神铁矿坑是我的。没有 buff 到。水之剑与水之剑与的神。他场攻其实超高，他场攻其实超级高。他如果有解武器，我会死。对，他有解武器，我会死。可是打脸就只有六而已，差超多，从十二变成六。他有如果有嘲讽的话，我也蛮糟糕的。他可能要用泰斯来晒嘲讽，可是他版面清不出鼻子。OK。哎、欸，狙！他掏出了五十几点伤害，老天啊！出事 again？OK，、okay, 生铁血狙怪。可能是我们需要的牌。他如果有一费二的话，我们甚至血怪直接报废，就是了。请使用你的英雄能力，谢谢。好，拜。这样其实好像也赚，蛮诡异的。应该是信念，我们需要爆发。需要更多的爆发。神灵。所以应该会交钱币，因为我们可以多降一张费用。正义防御哦，正义防御会不会比较好啊？正义防御其实应该比较好。有点多一个打点的感觉，因为他其实也可能没有其他牌会给我正义防御。
我要六费那张快来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要套盾哦。有同学知道是奈斯拉在哪里吗？哦，干 OP 啊 ，OP， 有点 OP， 给圣光轰鱼。OK， 我给他圣盾了。所以他六费那个清场不会把我们全部都清干净。其实等一下没事，我大概就要直接信念下去了。这六点爆发，选择不处理。可以信念花园祝福 ，buff 他之类的。普顿，看，应该直接信念的。花园祝福就会变两费。我打红鱼吗？他要怎么解啊？他这样要怎么解？我看不出来他要怎么解。他要开那个两费的汉格尔，然后做一些事，应该要打一些 combo 了。他再不打 combo， 他要死了。其实他就算五二放进来，还是有，哇，还在压哦，胆大包天啊！来啊，把他抓起来！啊？他只有回六滴吧，十滴也不够啊！啊 ，GG。这骑手好像可以留，当然如果有神铁血狙骑是最好啊。对面有可能是任务，不过没有也没办法。任务在。我们的泡泡其实蛮克任务的，我大概还是要拿信念吧。我们其实算是一个偏快攻的牌组。法商宅，哦，直接钱币。倒刺王，啊，这总该会活下来吧？这会活下来吧？战斗木者，有可能是爆炸，看起来像是爆炸。爆炸的话，就算我直接撞，其实也会触发。你的每一步都有圣光指引。欢迎祝福。前来报道。爆炸或寒冰。爆炸了，我如果直接撞脸的话，他还是会伤害，还是会打到我脸上。如果就算他有圣盾，所以还是不会让他，还是没有办法让他解不到任务，应该这样讲。OK。我可以就
接触发爆炸。其实其中一个想法是，就不要触发爆炸，然后 让他自己做事，那也是一个想法。这是一趟危险的旅程，你要来吗？就拿这些毒手大乔都还没用到，希望我有东西会活下来。哇！都没有东西活下来。OK， 那家部署。你没有一份伤害吧？可以抽一张吗？抽两张。哦，他有用到贝壳剑，是新的自然法术哎，为你感到骄傲，孩子。我好骄傲。OK， 我们来抽牌。手撕卷。哇哇，他也是没办法解完哦，真假？啊？他也是没有办法解完哦。我以为他这一轮会解完，然后压七七下来。点内支，所以不是。所以是寒冰哦。哦，没有，不是寒冰。OK， 所以还是爆炸或者紧急策略。有紧急策略，我其实可以考虑不理他哦。那还满血复活吗？所以我们先看是不是寒冰，是爆炸，是寒冰没有错。寒冰这样我其实打错、哦，这样有点点讨厌哦。呵呵呵。这样其实有点讨厌哦。哦，我想想看，我还是可以打这张，然后抽一些牌啊，或就加三攻这个，然后换一张，留一张，点这一张，给你一个圣盾。Okay. 等一下有11点爆发，或是我可以丢那家部署，然后再抽一张牌。那牌有点超级多，哇，他这样这感觉超慢，这个感觉超级慢。这样你要怎么办呢？冰冻陷阱也用掉了。哦，他要直接，还有很多小东西才能把东西都解掉啊！真的有可能吗？充满了狐疑，他要缴很多伤害进来了。哦，瞄准射击！啊，你是不是射错了？哦，他解不掉。右手不解释，省力。他打的好像太慢了，应该不能打那么慢。不过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啊，他搞不好刚好没有办法解任务。